集合。在干嘛？在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我们在干嘛。路人都在看我们呢，我们赶快进去吧。好了，走吧。过了，过了，戏过了，过了。你们有什么病啊？啊？秋游有点略显，秋游的那个就应该把包子拿出来，吃吧，吃吧，开始吧。香甜的烤腐乳，哇！高端的食材往往要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。忙碌了一天的吴师傅，终于。拿到了他最喜欢的海盐，撒在了烤红薯上。烤肠呢？烤肠吃吗？啊，烤肠跟那边的。好吃吗？没有辣椒。你还管这叫辣椒面儿？对，他要辣椒面儿。对呀、啊，这个你这么难答对呢？你年轻人。哎，谢谢。蘸点辣椒面是好吃的。你能不能把这个肠给吃了？给他，给他。你们都不吃吗？我给你们买了的。把这句话给我删了，剪了。知道剪辑权在我手里。要说什么？拜拜、啊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到那个地方，我们要是到仔仔楼下、嗯，然后发现他真的是刚起床，我就把他的床给他砸了，让他未来几天睡地板。嗯，我的包子还没有到怎么办？还有三分钟，救他！哎哎，哥，别走！好吃吗？吴宇航？还可以，师傅你要吃包子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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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节奏不停，不要不理我，不要讨厌我。什么表情啊？我们
给他挑个核桃行吗？你给谁买？弟弟。就这种，哎，这是啥呀？核桃剑。那种单个的核桃给他盘一下。其实刚才他这一整段发言，就是连狗听的都是无语的程度。哎，狗走了，狗去买核桃了。